先把土豆皮削掉，把土豆和萝卜都擦成丝。土豆丝不用洗，直接把萝卜擦到里面。加一小勺的盐，再加半勺花椒粉，先加半杯的白面粉。现在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了一下，面粉有点少，再加半杯。用手抓一下，这样抓得更均匀。把面粉裹均匀后，给里面加点熟油，这样蒸出来它就不粘了。把土豆丝加到锅里面，大火蒸8分钟。切点洋葱末，把辣椒切成丝，再切点蒜末。油热了，把蒜末和洋葱末炒一下，炒出香味儿，把青椒也加进去，然后把蒸好洋芋丝加进去。炒两下了，给里面加半勺盐。想加调料的辣椒呀、醋啊之类的，都可以自己加一点。洋芋丝好东西，啥时候都行。香的。我这两天好像把土豆给养鱼了。以前视频好多，我去了几次养鱼，好多人都不知道啥。我这个面不好。